立冬来了，吃饺子。今天英子给家人包了既好看又好吃的百财翡翠饺子。我们先来和两个面团，白色面团250克面粉，120克凉水揉成面团；绿色面团200克面粉加110到120克菠菜汁，同样方法揉成面团，反复揉2到3次，揉成光滑面团，醒20分钟。这是醒好的面，我们给它拿到案板上，先把绿色面团擀成长方形大片。家人们，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，请把上方的小红心点亮。要是能关注英子，那就太好了。我们把擀好的绿色面团包裹住白色的面团，从一头向另一头捏紧实。完事之后，我们往长了揉，往细了揉，一定要揉得特别均匀。最后给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剂子，记住一定是切，千万不能用手揪剂子。切好的剂子撒点干面，整理成圆柱，按压成小剂子，擀成边缘薄、中间有弧度的皮儿，按自己的方法包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家人们，有没有觉得这个饺子的颜值特别高？锅里烧水，水开下饺子。大概煮4到5分钟，皮和馅分离，饺子就做好了。白菜寓意百财，喜欢的家人们试做。